还会说换鱼啊，就是国民党脑袋进水。嗯、因为这些话有什么想法？嗯，那国民党常常脑袋进水啊，这也不是。所以你觉得他们在进水？哇，谁晓得？我老实讲，我跟你讲，我这两党的初选都觉得这在以后真的。现在没办法去换什么的，如果事过境迁，还是再去做个检讨。因为这种全民调哈，会出，而且台湾在两极对立，变成常常是对方阵营进来灌水嘛，所以那个得票数，你知道哈，就太夸张了。所以我要讲那个，不管是民进党这边、国民党那边，你知道，那我常说，我开玩笑说，韩国也是民进党提名的，就是说那个明显是大量灌水造成的嘛。那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初选制度三星弄了，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只是说现在都已经走到这里，要检讨来不及。也许这一次过后，这双方这两个主要政党还要对这种总统初选的这种方式还要再想一下，因为这结果是很荒谬，就对了。现在亲民党不满你主党，现在宋楚瑜是不是有一些不满？没有啦，这个都报纸讲的，我不晓得。那我找时间去拜访他一下。